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哈，路德斯在民国1980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因为赶于这个身上孩子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为了照顾这些身上的孩子，他们设立了路德的奇迹学院。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县，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再到桃园县的县那个八德寺的桃德路，他这边设立一个。然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着耶稣神爱世人的这个精神来照顾这些身障的一些朋友。其实从1984年到现在哈，今年快有20个年头哈。那这个20个年头里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在八德，它是属于比较小型社区化的一个机构，大概有100多人。那我们里面是30个学生，20个工作人，所以平均大概就是每两群哈，大概就有一个人哦，就是说人满为患，所有的我们不管是在上课或者在用餐等等，都是非常的拥挤。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1997年就开始希望说能够扩大园区哈，来在中坜能够成立新园区。那一直到101年10月15号，我们新园区就完成，盖完以后也立案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招收对象，招收人数有大概可以服务到72人，然后日托会有15，总共会有87的这个生命障碍。我们路德刚开始我们是从早期疗愈开始做起，因为早期疗愈是最重要，因为说黄金治疗期，那一年已过这个胃癌的一个训练的时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投入做早期疗愈，然后慢慢的我们发现说桃园有蛮多的社会机构在做早期。那我们就希望说坐在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民国大概97年、96年开始，我们慢慢的转型，我们就以服务这个学龄，因为学龄这一块孩子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好去，因为很多都没有这种专门的服务机构因为家长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这些慢飞天使这些身障的朋友，那所以我们就是一来一来都来做这个学龄的一个教育，那学龄。做完以后变成会有成人的问题，因为会毕业嘛，学校毕业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毕业以后针对成人，我们就有4个班级，一个就是我们成绩烘焙班，这个也是有故事哈，就是说其实当初我为了我们要训练这些孩子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样因为我从事社会服务也民国80年我也是投入80个都是进去的，那现在已经有大概快24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样的一个职种能够帮助一些慢飞天使，让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我们常常讲啊，说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那我们要教他钓鱼，要教这个钓鱼这个职种到底是什么职种，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维，跟我们很多的同工在讨论。后来我们发现奇怪，这个好像他们对吃的好像特别有兴趣，因为对于这种慢飞天使这种智能障碍者来讲，他可能吃的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想这个烘焙是一条蛮不错的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做，所以我们在民国大概81年的时候，那我就去学，你要教他烘焙嘛，对不对？那你不会你怎么教人家的，所以我就去台北，就是晚上白天教课哈，晚上我就去这个台北的那个职训中心参加他们的职训班，然后学这个怎么样做烘焙，大概花了2-3个月的时间，然后做了会做了，然后想怎么把它卖出去，要怎么把它做行销，怎么做包装，那我就参加了那个中华食品研究所他们的一个经营管理班，就是怎么样去经营这些这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把它做形象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班级那来帮助这个我们成年的孩子有他们的工作可以做从当中去赚他们的薪资，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去圆他们的梦这是我们第一个职责。那第二个职责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叫做农园一班，那农园一般就是因为很多孩子是像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情绪过动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比较宽大的环境，他们需要的是比较体力的工作，那相对的就是说那什么样的是又宽大又有体力，那就是台湾这个本土的农场
农，对对对，农业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来就投入这个农业艺的一个工作。那相对来又回问题又回来，那、怎么种菜？那他种什么菜呢？那因为这样我已经参加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农会的会员，我从小是农夫长大的，做农友这样子大，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农委会他们办的免费的班级，就是针对这个有机班，就蔬菜有机班，所以我就参加了，也是花了大概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什么叫做有机。那我们在这个怎么打入，让我们的身上的朋友这个孩子们他们能够也能够做出这样的产品啊，所以说我们就有第二个班别，就是这个农业班。那第三个班别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因为每天都要换洗衣服，所以衣服很多，对，要洗的衣服很多，每天要洗的衣服很多。那我们也在想，他们可不可以自己洗他们自己的衣服，然后这个技能以后也可以变成说我帮人家什么，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第三个班，就是洗衣班，让他们可以操作这个大型的这个洗衣机具，让孩子可以去学习，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能。然后第四个班是清洁，因为我们目前现在新的园区在中壢新园区里面有这个大概有700平左右，它外面的场地大概接近3000平，那这个要打扫起来都很费力啊，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清洁班。那希望说，让他们也是有工作来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不同的他的兴趣他的性向还有他的能力来做一些分配，来选择他们想要学习的一个职种所以说目前我们大概有这四个班。那我想说，因为我们以前是从早年起家，所以原则上比较小的我们发现因为比较多人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7岁以上就是学龄这一块，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因为父母会越来越老，那老了以后你再把孩子送还给他，那他要怎么办哦？所以其实现在慢慢社会福利已经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一辈子就不再提供，或者是说如果他透过我们的训练，未来他有机会去外面工作，像我讲说你看到很多喜欢的对不对，他工作安倍，然后外面的安倍厂去工作，或者是说他可以去洗车中心去洗车，去加油，去外面做像麦当劳打扫等等。如果他们可以这样的工作，那其实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就说，所以说我们需要说，为训练孩子是他们的独立生活、独立工作，那未来是在社区里面独立生活在社区里面。当然你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当然不会这么高，可能100个里面有30个就很不错，因为从国外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说，有30%的生活。那剩下的70%要干嘛？那就是会在机构里面做聘请的工作。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些班，就是希望他们在机构里面可以有一些，不要说只是吃饱睡，睡饱吃那人的生命的意义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努力的。我们社会福利机构应该要让这个孩子刚才讲的，给他鱼要教他钓鱼，然后还要把他带到有鱼的地方，让他钓得到鱼嘛。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对于这些漫天天使身上的来讲，其实他们的潜能是无限的，但是他需要什么？需要被开发，需要被训练我们从国外的文献我刚才谈到了，就说其实30%的孩子他是可以就业，他可以得到跟我们一般一样的这个基本工资。那还有40%那这个孩子他们是可以在有这个老师的一个照顾之下，他可以得到工作，就像我们说义务工厂的这一部分其实40%的人他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训练那相对的，这样的孩子他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个训练辅导那相对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机构都有他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24年来从这个踏入懵懵懂懂踏入这个社会福利，然后去探索他的一个需求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慢慢在这种当中去摸索去看未来他能够做什么。那其实这也是我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到底什么工作是最适合可能我们认为最适合的不一定是真正是他的最适合，那更多可能需要我们怎么样再去看。
所以为了他们这件事情，像我在想说啊，社会福利机构要怎么经营？该讲的是人面包烘焙的经营，那社会福利机构要怎么经营？我想说啊，这个到底要怎么做？什么才是最前卫的？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啊，因为这样，其实后来我就进入了中文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然后我就学这个企管，然后怎么样的去管理，然后在社会福利的概念之下，怎么去社会化、企业化，啊，来做经营管理这些社会福利机构。那这是我们在思维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二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辛苦，因为我们必须讲一下，我们的孩子真的很特殊，每一个都跟人家不一样，不能用同一个模式去对待他，好像自闭症的一个特征特质啊，非常的没有，唐氏症的特质啊，智能障碍的。心麻痹啊等等，还有情绪的，还有一些精神障碍的，那这些孩子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那我们从他们当中，我们能不能学到更多对我们最有帮助？其实我觉得，照顾这些孩子，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学到最多，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天真，他们的可爱，好像我以前在旧工厂在当厂长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非常贴心的。每天我上班的时候，他一定会帮我洗杯子，杯子洗完，然后一定会倒一杯水，那这个水一定会是温的，他会把冷水、热水把它调好，然后放在我桌上。那我在那边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他每一天都这么做，只要我有上班，他每天都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很感动，不单单是这样，还有其实还有很多的案例，就像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老师也非常用心在照顾这些孩子。像我们常常最近在做一些美梦，像说跟他们想骑脚踏车，那未来能不能说，骑脚踏车这个啊，先环一环这个中壢市、桃园市、桃园县，然后是不是环岛？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梦想，需要去把它追梦，把它逐梦踏实。